你手拢烫着，哪有可能无代志？真正无代志啊？你袂得嘛无讲介绍。唉，我先来走。啊，你等一下啦，我让三娘子等来啊，我请伊载你去看医生，安怎较安心啦？唔免麻烦啦，我有代志，多谢你的好意。啊，真正等一下啦，信强。 喂，开始。歹势，伊去接电话啊。我真正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我在。你好，你对我恁朋友啊？不是朋友，拄只服务生，差一点仔甲茶泡在我身躯顶。 我搁在乎伊，我才无受伤诶。我搁在，安尼真正多谢伊呢。嗯，原本想讲，请你载伊去看医生，啊，毋过伊着讲有代志，着先离开啊。真足希望以后个人拄着伊。对啦，我是伫想，艾伦即摆每一工拢去台风医院看安迪，而且伊搁要代理安迪诶业务，我是烦恼伊，敢要压力伤大。 伊即马做遮尔济代志，嘛是要弥补安迪啊。我看叫珍妮哦，赶紧倒来上班，莫干那想讲啊，啊断落来。叫珍妮倒来公司，安尼一方面会当甲艾伦斗相共处理公务，一方面嘛让减轻压力。好啊，都安尼决定。 沙发已经洗好嘛，之后肯定伊房间内底啊。啊，厨房的碗我嘛洗好啊。啊，粪扫肯定阳台，你也会记得摕去弹掉，啊，若无会臭哦。啊，冰箱内底哦，我有准备好一寡料理，啊，你通我小弟谅解。你拢袂离开啊，免做遮个代志啊。因为你是送我白痴啊，我若是无替你加做一寡代志哦，你一定会不甲乱七八糟的。 小料理哦，我应该打结上会期限，我若无你就放弃。唔免啦，唔免打什么上会期限啊，我唔是囡仔，至少我家己一个人住的时阵，嘛过得真好啊。安尼嘛好，我想我住你家的这段时间，你应该嘛有学着一寡生活技巧。 安尼你就袂搁较早共款，拢无得照顾家己的生活。其实，恁若想要继续留落来，嘛是会用钱。啊，这内底哦，拢是你买互我的物件，佮加上我甲你借的钱。等我领着薪水了后，我一定马上还互你的。哦，阿姑，阿姑，这是我写的借条，啊，一条一条我拢记到足清楚的。 安尼我行李一个时阵就袂落到去，免借条啦，我也无得吉啦，等你靠稳定才系。袂用的啦，你已经甲我斗相共遐尼济啊，我也袂当阁欠你零钱。无我欠你遮，你爱笑哦。其实我嘛无甲你斗相共车，啊，毕竟你对林美也嘛无提过，我印象毋庸置疑啦。 不管阮使得来讲，无我都计来按件继续往前发的，不过最后嘛是白了工。我只是无想要往头看，我想要重新开始。其实咯，你若是还袂想好，要安怎做，你会当继续住落来。非得啦，这房间便便，你要住偌久就住偌久。 我妈的身体不好，需要有人伫个身躯边照顾伊，所以讲我袂当帮我妈一个人。也是同款迄句话，这段时间多谢你的照顾。
等我安顿好事了后，我会传讯息给你报平安。厝内底可能变啊这么大，真做没关系。还是我把枕头打起来，安尼看起来较热闹。喂，我王兴汉。你阿照顾无看呢？来，我先抱着。哎，我呢感觉加较瘦，你最近拢无好好食饭哦。有啦，我是有时阵哦，手骨无闲，才会袂去食。安尼袂用的啦。来，叫我过我早顿来饼，啊，你早一挂伫个身躯边啊，巴肚来遐的时阵啊，随时当食。陆玄生也常爱食的呢，你还阁会记啊？我当然嘛会记的，当作是你啊，你把我放袂记啊！我当来台湾这尼啊久啊，也无看到你来见我啊。我最近较无闲，即马敢毋是来啊？在吃起咩？对啊，爱叫爸爸。你细汉拢叫爸爸，啊，即马伫客背客背，人敢毋才生分？细汉时阵我毋捌代志，当我直直笑我无爸爸，迄时阵哦，我会当叫你爸爸，我真足欢喜。啊，毋过即马已经大汉啦。我袂当安尼，我袂来。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你遮尔细汉的时阵，你就知影爱利用我哦。啊，你即马是固定啊，特别到我卫生改善。当然嘛不是，虽然讲我拢叫你客伯，啊，不过在我心头，早就把你当作是亲生爸爸，伫尊敬，伫友好。好啦好啦，我甲你讲生笑啦。对啦，啊，你即马工作安怎？案件处理还有顺利无？我今年接我部门。我们办公室的先輩也是照顧我，是比較沒用啊，不過一切都很順利喔。這樣就好啊。對啦，啊，你的先輩叫什麼名？我找一個時間啊，好好去拜訪啊，多謝他喔，這樣給你照顧。不通不通，詳細叫劉建華。我怕你若是去拜訪他，他的動作你一般說，這樣等得麻煩，而且喔你嘛真有可能让你变失望。张建华，那也是多。我这做爸爸要关心家己的后生，我要伊也说多谢，感谢伊甲你照顾，安尼就叫做关心。哦，我若真正呢，伊这西头壳哦，真正顶高高，唔敢通变翘。特别你卖受惊嘞，阮西是较资深，美感嘛较济，阿爷功劳嘛无少啊。这代志本来就公私分明，可免叫人讲闲话。啥？你是法律系第一名毕业的呢？啊，你讲有想要家己开业啊？我愿意给你赞助啊！你若是出来家己做律师啊，你会看到这社会上无共阶层的人啊，你眼界加较宽，你钱嘛会赚较济啊！啊，你若一直伫咧公务机关的服务哦。你的思想就绑在同一个范围内底，安尼真正无使你头壳遮尔好啊！若是要开业，我早就往你方向去做啊。啊，不过做检察官是我的职业，够定准的，维护司法、追查犯罪、保障人民权益，我感觉真有意义啊。好啦，你少年有家己的想法，我就无勉强。是讲你甲你妈妈相处啷啊？有跟你冤家无？我跟妈妈哦，无常见面啊，所以嘛无什么机会当冤家。莫嫌我啰嗦啦，你妈妈为着要甲你超养大汉啊，伊是不得已，才会说伊目前咧做这工课啊。啊是讲啊，伊无头嘛无手啊，伊是靠伊家己的头脚甲手腕，伊才有这材料甲别人安尼做伙徛起啊。你即马大汉啊，捌代志啊，你就应该爱怎啊体谅伊，
唔通啊，各位伤心，安尼知影无？妈妈真辛苦，这我拢知影，知就好啦。好啦，去呗。我等一下还阁有代志，今日无我都陪你走走。咱两家只要吃饱。好啊好啊，你身体无用，啊，不过你要记，好好照顾你家己。我知影啦，你嘛赶快，多谢去呗。新亨竟然甲张建华共组，安尼就有淡薄仔麻烦啦。乌头啊车停黄线，人都无伫车顶，嗯，想嘛要用破去啊？兵哥嘞？想袂到咱搁见面啊！你对我的车有啥物意见？我总裁，你的车，哈哈，我搁想讲吼，是叫这大头家要来赞助国家的军火。啊，若是你的，我都无客气啊。是讲吼，这红单对你来讲，万赚钱啦。我要注意代志啊，平常无注意着。张建明，你若要举报，无要紧啊。我今嘛，我照时间去搭。啊，是讲。郭总裁身份这么尊贵，出门竟然自己开车，无带司机，也无带保镖。啊，台湾的治安这么好，无必要啦。啊，你讲嘛有影啦。我咧想，郭总裁亲人伫台湾的日子，应该过得真舒适吼。小杰咩？你今麦即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无什么意思啦。啊，你嘛知影。我这个人哦，较低调啦。啊，而且甲郭总裁实在这么久啊，你又不是我上关键的政敌，难免吼会较关心一下。张检诶，要三十年啊，而且恁检方嘛无提出什么新的事情。你今仔这么固执，对于行凶杀案，到今仔还阁唔愿意放手。证据就伫我的面头前。但不过这几年。郭总裁拢在国外，无要配合调查，后面哪有进步啊？但不过迄个案件，是不是有人挑工要来暗藏？你想清楚，我一直在等你的答案。时间一天一天过，人嘛一天一天老。张检的，你嘛是得要退休的人啊、哦！我诚心甲你建议啊，吃老头的年头。唔通这样死脑筋，免两牛角，安尼日子啊，会过了比较清心。好啦，我代志也无用，我就无陪你开讲啊，我先来。